我的一个国服员哥朋友。我把他拉过来好吧，把他拉过来。好好好，大过来看看，见识一下。啊，把谁拉过来？就是国服的员哥。谁呀、啊？哪个？牛牛不牛？好牛啊！我的天、啊，好牛啊！你看他巅峰赛分数，你看他巅峰赛分数。我有生之年可以和海龙在一起哪个哪个、啊、我的天哪、啊、我现在立马截图，我已经截个图好吧，截个图，真的截了截了截了，截个图留念一下好吧，留念一下我朋友，留念一下留念一下，好厉害啊好厉害啊，啊真的吗？是我吗？真的是我吗？啊没干嘛没干嘛没干嘛，怪哥没干嘛，真的没干嘛，知道吗？拉你过来见识一下，他不信我跟你说的话，是我朋友，得见下世面，我们见识一下世面，我这永恒钻石，我这永恒钻石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，然后谢谢王者的那个机制，对不对？让我给你们匹配大鹅，好开心好开心。小何你玩不玩你玩不玩、嗯、哇他要吃饭，他要吃饭，他让我带你们都玩几天，他要吃饭去了，哎那下次只能下次让他们带你，先让他带你玩了，没办法好吧，这一次他可能要吃饭，因为他很忙你知道，他每天打巅峰赛对不对，也挺累的，没办法了，下次让他来带你们好吧、哦、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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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我拍五排吧， OK OK OK、嗯、他走了，小何要啊不怪哥要走了，怪哥他走了，真的那你先走吧好吧，怪哥、哦、OK OK 拜拜，他走了他走了、哎、我都说了对不对，我拉我朋友进来你还不信我，我信你啊，我信你太帅，基本操作基本操作